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九零解说。现在给大家更新一下啊，第二场比赛了，还是这边的 WC， 应该是韩国区的预选赛吧，是由这边的 Focus 对抗这边的 Law Light， 就是这边的队长。对啊，我个人是不知道他这个外号到底是怎么来的，就是这个队长嘛。但是他这个表现啊，在 WC 上的表现也算是一匹非常非常大的黑马吧，应该是一个，我想应该是季军嘛，对，应该是季军，是2-1了英匪，2-1了玉米，2-1了三蛋，对，把这边中国的三大人族全都给打败。然后他的比赛就是直播的话，我是看了一场，就是和这边的蛋总在这边的 TS 上，是双方 BO3 的决胜局吧。然后就这个就是女王秀了，对，墙顶蒙面药水，然后应该是修了三级的刀阵吧，直接去这边的屠龙，也是，哎呀，打的这个风生水起，对，玩的风生水起，活生生是一场女王秀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场比赛，对手的话是这边的 Focus。刚才给大家更新那场比赛的话是打这边的 Check， 是二发了这边的 Shadow。但是这边虽然是二方是 Shadow 吧，但是他并没有选择的是这边的蛇棒配合这边的百战蛇，反而的话是还是走一个常规的万金油吧。我个人觉得还是活人生打成了万金油，对，就是这边的学的是这个医疗波，还有这边的变形术，这边是一个常规的开局，这边同样也是一个常规的开局，并没有像上一盘选择的是，并没有像上一盘选择的是这边的女裂开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还是选练了这边的家门口的333吧，并没有选择非常激进，把 BR 准在这样一个位置来练这边的公民营地。对，因为这边我们看到这边 Focus 啊也是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，直接把一个苦工丢到这个点，如果你练这边的公民营地，我就可以直接过来抓了。对，这个点的话如果被抓到是非常伤的，而且对这边 NE 选手这个应变能力也是要非常有把握。这边是打到一个夹子手套， Focus 的话是直接选择过来抓，这边也是把这个苦工啊是吸引了这个野怪的仇恨，来切这边的这个高级牧师。对 LR 这张图的话，这两个点的话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，这两个点的话它是可以掉这个眼睛的，对，掉这个眼睛，然后插在这样的路口处，就是可以将近是两个眼睛，如果你插得好的话就是可以控将近是半张地图了。这边疾风部的话是过来切这个 BR， 这个 BR 的话应该是要倒了，对，你的命运就是这样。这个 BR 倒的话，我觉得 Focus 就是，对，还是看 Focus 会怎么打吧。BR 岛的话很有可能是会选择 Touch， 对，也并不是没有可能，关键的是这边 Touch 是一个二本还是一个三本。疾风步没什么问题，这边我觉得还是收神经灵吧，收这个 AC 我个人觉得性价比不高啊。对，这个如果是铁了心型去 Touch 的话，这个耗金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，所以说他现在是锲而不舍的在追这个 AC 妹的。好吧，你被围剿了一刀，做死了这个 AC 灭的，这样的话 Law Light 的话前期就相当于是只有一个这边的 DH， 而且这边是个一级，我觉得这个大祭死了都可以了，对，大祭死了都可以了，就是为了耗你这边警血，而且这两个英雄，而且不是，就是这个剑圣还有大祭在场上的话，你这边呢想要把这个月景给补起来都是不太现实。我们来看这边 Focus 视野，这边 Focus 好吧，这边 Focus 你能看到这边月景了，对，刚才只要看了这边的月景，马上来打你这边的月景，因为这个点的话也是非常好吧。对，就前期的话，这种如果是铁了心想要拖下去的话，就来耗你们警血。这边这个爹应该是没有围住，对，这边应该是可以点了，选择强拼这边的 Focus。哎呦，我觉得 Focus 这边就是想着这个大技就送给你了。反补，哎呦，好吧，你这边这个反补也是补少了，对，这个点刚才也是不应该反补，对，这个血量还是比较多的，你这个剑圣反而是给这边 DHK 打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家里有没有补魔法，这个点也是非常重要。好吧，家里是冰面破魔放魔法的话，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常规的，按照 Focus 的习惯的话应该是一个 BBS。 这边对，因为是没有构不成十字围杀啊，对，还是在拼血，你这边拼不过的啊 DHK， 你不要太相信自己，虽然你买了一个头环，对吧，你还是拼不过，因为这边毕竟是有两个打工的了，两个大技的输出，你三个大技的同学，我对三个大技已经是可以十字围了，一板斧，对，大技刚才两板斧就可以把这边给做掉了，
这边我觉得优势太大了，我觉得还是没有补这个模仿。哦，阿本科技是完成了，但是你这边补小精灵吧，对，补小精灵，你现在只有这样一个做法。这边这个DH也是不敢再上了，因为加中金属也是已经被耗得一干二净。哎，只能说这边风格砸太偷了，还在拼血，还在拼血，拼了。哎，好吧，这边的标，好吧，交代了一个一级剑圣，但是也算是可以接受吧。对，四光子，你就不要太浪了，对。但是我觉得你风格死同样也不要太上头，对。你这边，对，你不要上头，好吧，又要交一个大技了。这个大技被这个应该是被叠起一刀。这边人口是，哎，这边劳拉特经济还算是不错。哦，好吧，你这个裸奔啊，直接攀三。你这个家里什么都没有，你就直接这个三本科技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会不会拖拉血，还是没有拖拉血。哎呀，我觉得完全可以摆一个磨坊，就可以直接干了。你这个，啊，这边才是摆下这个风之古树，然后内侧的话。哦，好吧，我也看错了，双枫树，然后的话是双枫树，然后买了这边的这个商店，然后这边是买出了这边辣椒，好吧，应该是要投下去了。好吧，你买辣椒，然后不放这边，哎，我觉得这个极端一点吧，对，极端一点，白牛不出了，补一个 B E， 然后再补一个墨了，直接干了。当然你这边还是不行，你这边还是不行。我们看这边三头猪啊，三头猪穿这个大衣太快了，又在打这边 DH， 身上就耗血。但是，哎，这个 DH 已经追不死了，身上已经是，对，刚才身上已经是有血了。这边这个大忌，好吧，大忌的命运应该是要追死了。这边 DH 一刀，好吧，应该是动不出来。对，你这个你辣椒的减速，你这边有血，哎，你这个追大忌就没什么意义了，对吧？抽这个辣椒吧。哎呀，你升不了三，如果这个大技能让你升三的话，还是有一些性价比的。但你这个时候追大技，个人觉得不太好。对，好吧，这边又是什么情况？又是弹了一下。对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这个猎豹这个浏览器啊，我真是受不了它了，动不动就弹出来一个说让我去什么设置这个什么设置什么玩意，我都说不好了，你又弹了，设置这个什么。默认网站嘛，对，设置这个默认网站，然后这个优酷的话，动不动也是容易弹，好吧，不吐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这个 DH 上有 TP， 好吧，你交 TP 了，狼心没有网，这个娜迦一戳，被你，好吧，你居然是被这个鸟刀给飘死了，这边这个拖拉机，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要失败了，对，因为你这边不极端啊，你这边一点都不极端，我个人觉得刚才这个 BS 就根本没必要起，你这边就是一个单 BE， 然后出这边的摸网，然后直接过来马塔。最关键是你这边塔麻起来都不一定退下来，因为你这边是一个二本，就是你这边这个塔的话是一个重甲，塔这个鸟德刷你这边那个重甲的塔实在太快了。这边想要去敲打这个 DH 上是有 TP 的，你想杀的话个人觉得已经是没有任何，而且这边的商店也是你起来随时可以买水瓶，你不用担心这边 N1 是没有，这边是剑圣，对，哎呀，这边 focus 我个人觉得是有些失误了，对。好，手机里砍了一刀 ，DH 吃到一个三段，哎，所以说在这场比赛中也是可以看出了这边这个队长的状态是非常好，对，又是卡位，好吧，这个白牛，一个麻辣棒带走，已经是没有了麻辣，哎，这个卡位有反卡，但这个鸟德是打你的，哎呦，这边已经是卡了五秒钟了，好吧，还是被这个鸟德给飘死了。这边上，我个人觉得已经是没有任何意义了，对，我觉得这边 focus 就是。选择失误，对，你别看你这个娜迦那么多血，我这个残血的 DH 能把你给追死，好吧，我已经看到这边娜迦的命运，而且这个娜迦上是没有血的，很有可能是一个 double kill 啊，圣野了，对，这样圣野了，好吧，又是弹了，被这个 DH 给抽死，真悲催。哎呀，这边这个 focus 是已经有非常大的优势，但是是活活把自己给玩死了，也不能说玩死了，但就是他可能还是没有走出那个思维定式吧，还是想要去补这边的 BBS， 而且他根本就没有想要去掏下去的想法。啊，对，我记得我原来给大家更新的一场比赛是这个 WCG 10年中国区 LAC 和这边的中国的一名选手打的，也是在 TR 上打的，也是这样一个优势，和 Focus 选择是一样吧，对，并没有选择补这个模仿，就是一个娜迦然后 BBS， 但是可能是他那个优势是太大了，对，已经是把月景拆掉了，只剩下两口了。
白你这边的话，这个白牛，我们刚才我已经是听到这个白牛的驱散，对，这个驱散应该是已经好了。对，相信我，白牛驱散已经好了。练这边的商店，DH 是已经到达一个三段，然后，哎，这个娜迦是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。对，这个娜迦的话，只要把你这个剑圣吹起来，这个 DH 无情的盯着这个娜迦砍，一抽一砍。我们看这个娜迦，DH 两发抽，然后我觉得再接五六个普通攻击吧，这个娜迦应该就是要 GG 了。这边这个幻象的狼骑，纯属骗自己。哎，好吧，这，我去，这个操作太亮了吧！这个我真是没有看过，就是，哎呀，这个狼就是鸟德飞起来躲这个狼骑的网是能够看到，但是这个鸟德再次落下去躲这个狼骑网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。啊，这个所以说啊，很多事情，他达到这个。这个事情已经做成了这个地步啊，它并不是，它都是有原因的。对，这个 Low Light 能取得 WC 这个季军也是有原因的，从这个点就可以看到，刚才这样一个非常细节的一个操作，这边这个娜迦还是一个一级。哎呀，好吧，这边这个 Focus 就是，我觉得这边 Focus 要翻盘的点已经是没有任何翻盘点了，这边也是透出了火攻魔法还是没有摆。哎呀，这个娜迦这个作用已经是没有任何了，已经没有任何作用，而且这边吹风应该是已经成型了，这边打到一个什么宝物都没有什么用，对，宝物已经是不能翻盘了，战术选择，好吧，打到一个老牛光环，哎呀，这边我觉得你就算剑圣五个爪子。都已经不能逆天了，对，因为这边这个鸟德只要把你给吹起来，你这个剑圣就是没有任何输出了，而且你最关键就是你这个剑圣还只有一个两段，一级的跳皮有什么用啊？哎，我还你看这个狼骑对吧？这个狼骑还在追这边的，哎，好吧，你这个追剑圣也是有这边应该是这个旗帜啊插到这边剑圣身上，哦，还是想要去说啊，就是这边 focus 的战术选择是出现了问题。啊，好吧，这边兽王都到一个三段，这个嗜血的豪猪你懂吗？听着，好吧，这边应该是要五十人口一波了，对，已经是40人口，应该去配，好吧，又打到了一个大血瓶，这个你是练雇佣兵营地了吗？啊，雇佣兵营地没有练，应该是，应该是在这个点练的吧？对，应该在这个点练的。来看一下，对，我们还是关注一下这边的娜迦吧，对，看一下会不会像我刚才说的。但这个 DH 的位置不太好啊，对，被这个鸟德卡住了。但好吧，这个娜迦，好吧，第一时间把这个娜迦给围住。哎，鸟德没必要打娜迦，DH 近身就可以了。这边我们来看，哎，我怎么觉得这边这个豪猪这个阵型不是太好吧？对，这个鸟德并没有起到骑士的作用，这个狼骑反而是被狼骑给近身了。啊，这边这个娜迦是在不停的吹，我觉得这个娜迦没必要吹这个娜迦，对，DH 对啊，DH 抽了打他这个娜迦就不行了，你还吹他干嘛？我反而是反身兜住这边这个 DH，但是这边我们看到这边奥克的部队应该是渐渐已经是打不过了，对，听歌的话优先杀了听歌，但是听歌表示哥身边身上是有一个重生的，对，随你杀，说身上是有个血瓶，而且身上是这个无敌，身上是有这个 TP 一点都不缺，不行就 TP 嘛，对，不行就 GP。完全吹风完全可以拖到给你和你拖到一个后期，因为就算你这边我觉得有一个五六十人口吧，你这边这个娜迦的没有爆发，对，最重要的是没有爆发。这边应该是都不到50人口，人口的话是只有40人口。这边吹风的话反而是人口比你高42人口。我觉得这边队长的话求稳一些，可以开一波矿，对，把这个矿点练一下，第一片矿 focus 是根本打不下来的。丢完矿过后就可以直接过去压了，对，因为你这一票部队想要去，狮王身上还是有这么 TP，我觉得DH 刚才那波团的话，也是把这个大血瓶给交了，这样上的话不太好吧？一个无敌，一本团补，这边应该是买一个无敌，然后买了个团补。这边我们来看能打到一个什么样的宝物吧，打到了一个大无敌，哎呀，没什么用。对，如果这个大无敌是被这边剑圣给打到，就是非常可怕了。它能够提供一个15秒的输出，但是你这个爹，哎，皇叔，哎呀，我又看到皇叔了。但这个皇叔是给谁吃了？皇叔应该，还是给这边金哥给吃了。对，
黄书这个东西，只要是男的都喜欢看。哎，这边这个小猪，哎，小猪过去就出药膏的。我们算一下，三个药膏100块钱，配一个清醒170块钱，对，就这样没了。有人想要去靠强者英雄翻盘，但是这个进盘不一样了，对，爹地上是有这个大无敌的，吹剑身就可以了，对，对，这个时候队长也是想开了，对，顶着大无敌打你们两家，哎呀，你买两个血瓶都没用。飞风只需要不停的吹这个剑身，娜迦的话，对，那，哎呀，吹这个娜迦，我个人觉得就没什么必要，也行吧，对，因为这个娜迦的话，只要 DH 盯着他砍，他是不会有任何输出的。这样的话，就是可以优先杀一个狼骑的。我们看到这个小弟应该打这个狼骑太爽了。首先他这个普攻，其次的话，他是会有一波自爆吧。还是想去敲那个 DH 是没有任何补命装。哎，这边啊、也是有一个失误吧，就是这边应该是要买飞艇了啊。好吧，双方结束，直接打中 GG。我们恭喜一下这边这个队长是拿下了这场比赛。总结一下吧，就是这边这个 Focus 我个人觉得是出现了打法上的失误，对，就是他前期是非常有优势，已经把 N1 加中的井水耗得非常干净了，但是他在买出了阿凡娜迦过后，并没有选择一个非常极端的 Torch， 而是选择非常常规的一个 BBS。 我觉得如果那个时候更好的一点打法，就是补单 BE， 然后再补一个模仿，就是只出狼骑，然后利用这边的苦攻 Torch 把这边的 N1 给打下来。好，今天这个比赛就到这里，明天的话继续给大家更新这个 WCA 的比赛战报。